我看到一股了。起来，出错了！你看你有点不匀乎啊，咱没错。把红衣抓起来，我给你。我你别跟我后边，你这样嫌我干一会儿还不够，还没面子。他是捉你，他是捉叶子。我干一会儿还用捉叶子，不用一边过。哎呦你！哎，这个就是。干多年都没管，你就管完了。我就是个解桥。我在家干啥？我家给你做饭。和我家走去吧。做饭吧。给老爷走一下了。放教育局里面就有用了。你有钱，现在有感觉。哎，不做了，我先去。阿嫂。知道一个社会，谁家包饭的这个不多是？咱家吗？你一个馅儿顶你三个馅儿，你铁石会大了你？别挑毛病了，别挑毛病了。俺哪挑你毛病了？你东西都好吃，没样不比新手好。俺还厨啊，没样也比，没样也比也好吃。哎。这是不是？这不是个包饭的。哎呦嘞，这包，厉害的。我两包。咱这是我给你办，咱以后就不回来吃了。这个先生，我就多来点汤。你够了。你看着好，我送菜给你那包啊。你烫啥？哎，煮完了。嗯，好吧。哎呀，你这臭油味不好吗？楼上人们之间嘛，吃荤的挺好。吃这个荤的嘛，比那些还真有味儿。你给那什么？那什么调馅儿好。弄点蒜，弄点蒜吧，就在汤里泡着。你凉了不丢味儿？凉了不吃。又是一天。